陶土的有感，我们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办公室的方式，我与其说是今天跟你们的活动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契机，叫做什么？生活契合。好，生活契合。那么在阿美族这边会比较强调就是生活的实用的器物，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但是这个都已经是缩小版的，哦，缩小版的。那为真正的这个最大版的在那边，但这个这瓶不是哦，表示现在创作的部分。那我先讲说，泰巴达跟阿美族的陶跟台湾族的陶，那我相信你们要到别的部位，你可能都听过了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生活用品，但是这是属于台湾族，或是这个卢凯族。在台湾族、卢凯族这样子说，这个是叫母族，但我缺少一个公母，公母会有一个百步蛇，哦，百步蛇。但母族是就要看什么是母族，就是这个乳头，啊，乳头。那过去来讲，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嘛。那细节的部分也是比较少。而阿美族这边的陶呢是什么呢？是比较强调实用性，大概有四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今天刚刚拿的酒，咱们的酒杯，这个叫祭杯，这个叫祭杯。那么在过去来讲，还有一个母杯哈，母杯，不好意思，请你们给我说。还有一个母杯啊，这个也是公杯。公杯的用途是在于什么呢？公杯的用途都是。我们要所谓把伦爱的孩子，就是说我们要进入阶层的孩子，大概几岁？大概13岁就要进入到所谓的部落的教育的年代，那个年龄。然后呢，母亲都会帮他做一个金杯，干嘛？别在身上，做什么？我说刚才你讲，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先上山打猎，或是去这个到田里面去，啊，这个种田干嘛？只要离开部落。都要先跟主沟通，或者说跟主灵报备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祈求主灵啊，或是神的这个什么祈福啊，就是庇佑。所以每个人都会被把那个神带摆在这边，所以这个酒杯的由来。他的他要这种比较纯一点。然后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土贡很重要。你到哪里去拜访？老人家长辈或者是去拜访邻居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祖棍。对，这个就是扶持你要做滴酒礼要用的，好，敬畏他的祖先，敬畏他本人，敬畏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一定要带祖棍，要洗滴酒的，非常重要，所以不要忘记，不要失礼。我们并不是要喝酒，对，就是要做礼要用的，所以这个是，而且刚刚讲到那个酒是很珍贵，不可以随便乱喝，只有在。理性的时候才会去使用它，所以它不可以随便拿来饮用的，并不是像因为公卖局太方便，所以变成是毁灭性的招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文化的冲击。不过我们自己要调整一下。来，第二位。对。神。只要满满，满满。你们是远道而来的，阿妈呢是进来，因为他们是进来要离开。呀，马拉多，那么马托阿塞，库多来多，那么妈妈伊那，尼哥来。Tak aku awak tanya ni tengah tu likisin tu minta u kekitaan. Kalau ni satu macam model baca yang kupi cuma merah ke sama mana ancaman tu awak coba cari macam tu. Kalau ni sorry pasang hapun aku si ini tu kongkong tu kekitaan si kidai. Kalau ni cari kupi pun ini pasang hapun kami. Ada yang mau masuk asal.来，这个就是圣遗嘱的界限。来，请进。
我也可以去看看哈。对，像我们有哀家，你的同阶级的，哦走了，那我们这个阶级会用它来绑起来做一条线，然后夸人说跟他讲说，你不要再跟着我，带你到你的世界了。哎，人鬼殊途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嗯，这蛮好吃的。嗯，蛮特别的，而且可以生吃哎，不需要那个。好，谁人？半夜的时候，它在也是这个季节开花哦。月桃全株食用，它的茎跟皮可以拿来编织做容器，哦，也可以做席子，哦，那叶子可以包东西，哎，那里面的心呢，哦，又可以当零食，哦，太好了，多好用哈。要当零食，嗯，看起来好棒啊，嗯，而且它的皮啊，哦，很韧，哦，很韧，也可以捆东西哈。可以当绳子。它不断的。对呀，这个很尖的。嗯，可以包东西。有货车。好。哇，中了。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放啊，你走啊，好。已经很少个人出。这个山头是，这个是太远了，到我今天所在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活动是回家，是集体的回家。为什么呢？啊，山形面积的状况，有没有蛇盘在上面？有没有竹子准备要吃到你的眼睛？有没有？你不要往前。我拜托各位，真的哦，要安全哦，看到箭笋，哎。有建筑，菜，我当然动作快，嗯，哦，建筑，嗯，你看，好不好？我待会教你们怎么坡，嗯，我现在要讲安全东西，哦，往上，如果碰到斜坡，我看那一边还是有一点路不平。我今天、昨天是攻顶，那今天是很少，哦，嗯，要走，哎，好硬哦，这个土，用力一点，哎，听到一声嘣的声音，戳。没有就抽，因为土是硬的，你们待会会走到那边，土是松的，这边是属于硬的，所以箭笋一定要断啊，因为你本来就是要断它，其实里面还有很深，你不可能拿锄头挖，以前有人讲啊，箭笋在挖土啊，确实啊，它底下还有这么长啊，哎呀，可是我们在采集箭笋，这个叫万箭齐发的时候，你没有时间，这个一踩过去，马上拨一拨，它就是肉了。对啊，待会我教你们怎么拨。在山上，如果说你有什么危险性，还是哎，你譬如说山难还是什么，你可以笋子就是这样，要去怎么取肉，等一下都会教你们。我们先踩好不好？好。然后踩了之后，我们待就会拨成像这样。嗯。它就可以吃啊。直接先吃了。嗯。好。Hello， 再来一张，更脏的。哎，你哪里踩到一根？这底下。哦，在这里一根哎。对啊。我跟你讲，只有互相看一下。好棒啊！哦，好。有鞋子吗？哦，这里好多。哎，这里没有跟你们。稍微凹一下。对不对？凹一下嘛。哎，那个有点高，有点。可是你那个，等下要换一只，没关系。我们待会我们会练习两三次，你们自己用。好，折了哦，看好我的右有没有？断掉。我是这样，你用手这样转一个，你的右手就是不要动，有没有？看到这个都看到这样子面。没有，我没有打结，不用打结啊。
来，从底下穿，不要从上面穿，哦，底下穿跟缝衣服一样，底下穿。好，等一下啊，藤蔓哦，有这个算很漂亮，有的是有头有结什么，你自己去整理它，所以你就会去山上去挑。好，从下面穿，然后呢，尾巴，刚刚这个我们讲的头尾巴，你就找地方穿，它有空隙，一定要穿两次，因为你一格还不稳，你就穿，你也不用去打结它。我的方法是这样子，哦，因为它的韧度跟弹性，你不用怕它，它不会断，你没有去硬扯它还是会断，可是它里面还有水分，如果它碰到阳光久了，它还是会断掉，因为干化了。干掉了，跟脆化，对对，脆化，干硬化。好，刚好，刚刚从底下穿嘛，一定要这个两线，你不能从那边穿哦，它会越来越掉下去哦。哦，你到台北的时候剩下两根不管哦。其实也可以来打电话，我卖给你嘛，宅配。对啊，你帮我寄上来就好。当然好啊，好。何必那么麻烦？至少我们等一下经过光火车站，要给他看我有见识嘛，要不然来这边干嘛？来底部哈，一样。其实看你的长度，你也可以三圈，你也不用打死结。好，三圈半好了啦，因为太长了。我刚刚也讲说过长了一点嘛，一样穿。哦，再穿，不要浪费，又拿刀子又剪，拿一刀子一出鞘就是危险嘛。我就再穿。有点让自己觉得很像艺术家美学那一种人。有时候我在山上，我都会自己一个人笑。好，往下，马七马八，你越往下拉哈，它越紧。来看一下我的动作，很久没有在站仔地，站仔地比你们酷嘛。台北站仔也是这样，就看到你就是票给我，他的脸就，你就这样，你就走，他就通过，因为他知道你来台北采建所，哦，有没有？就是票了，好不好？所以在、欸、有没有？你就留一个结。哎、欸，你不能慢再照相。二姐还是大姐？不要，这个是二姐办的事情哦。那二姐哈、哦，因为她没空嘛，她去找三姐，三姐也没空，就找二姐办。你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带你们的椰子壳碗，还有竹杯，哦，还有你们的这个可以带回去的，哦，野菜小礼物，哦，这野菜小礼物。小雨去拿我的，小雨你去把我那个麦瓜呢下层已经调好的，不要拿上层，它被蛇吞下。我们的高脚杯是怎么来的哈？它必须要有一个依靠，哦，也需要一个杯子哈，所以我们会设计给我们这个在金华饭店哈。没有，我没有金华。是华金饭店哈。差不多要开的。哎，华金饭店待了大概30年的服务生了。哎，他的高脚杯是这个哈。我去3个小时就被开除了，太野了。太野了。好。对啊，经理说毛巾是拿来要擦桌子，我拿来擦鼻涕啊。他这个毛巾哈、哦，全部通用，擦桌子，啊、哦，浴室在用，好高脚，哎，特别服务，哎，特别服务，哎，对，我俩这一餐这一个酒是我请哥哥的，这个完全我自费。哦，因为我们担心我们常常有一种。这种杯子我们不太习惯，所以会有套绳，我、套在脖子哈，因为怕不见啊。套在脖子啊，我们每次去餐厅，我也是要踩高贵姿哈。然后我刚下山问人家那边毛巾，他说还没有洗，我说没有关系，多久没有洗？一个礼拜还可以用啦。哎呀、啊，如果一个月就不行，哎、欸。你不要求我啊！对，我们要求你。我刚刚去 Seven， 我说有没有最便宜的月？没有，你们还没有入账啊！提款卡领，刚买猪肉嘛。好的。来，我们啊，这一瓶酒，我们一起敬我们的耀中哥，这么辛苦、好，想要喝的朋友也可以哈。哦，来，我们一起敬，我们一样采用高规格的哈。来，满肩先到这。
然后我先看 YouTube 一下。昨天我看101次，这样要转嘛哈。要转。哎，先不要拍了，等一下被人家发现。开麦了，这是在。要转吗？这个毛巾要一个礼拜的。等一下，又擦桌子又擦身体，等一下人家医师要用。没关系，自己私底下自己人嘛。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为什么要做这样子？哎呀，高啊！哎呀哎呀，浪费！哎呀，好了，同时转，同时。好，敬大家。哎，好，祝大家有非常愉快的一天了。辛苦了，辛苦。辛苦了。这个山上就是，哇，有时候这个红酒，我跟亚中两个，我们在这边做，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有没有朋友要尝试一下？哎，我们这个才高规格的哈。我们现在还有酒，8%哈，5%就好了。没关系，其实我从昨天晚上我就练习了，失败我就先试试。不行，我们没有礼貌经理。那后面那个来来，好，我们来一起，来我们的团队哈，来一起，好来唱这个泰巴朗之歌。麻烦你们的双脚起立，会越来越高，世界哦，到底。